都会跟我说，哎，我很想你耶，然后带我去逛街，说，哎，你喜欢这间店，然后我带你去逛街，然后我陪你去看电影啊，然后我们就是约会了，是确实真的是有出去约会，结果。过几天呢，他跟另外一个暧昧的女生在一起了，误以为说，哎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已经有机会了？而且毕竟他又跟我就是一起出去啊，看电影啊这样子，那有肢体上面的接触吗？有牵手。时间管理大师，对，笑笑笑笑笑，真是制造机会。怎么弄？你给对方制造机会？对，我会制造机会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工作其实都很晚，所以才我都没有吃饭，这样。然后有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我想要约我就有好感的男生出来嘛，但是我不敢直接讲，所以对不能直接讲，我就会跟他说，哎，就是我就是这么晚嘞，我都还没有吃饭嘞，对，但没想到就是这个男生呢，他就特别晚上十点呢，还特别来我家载我，然后去吃大餐，那就是喜欢的话，你开了个头，他等于接了这个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哎，你可以帮我送一点食物或什么，你就干脆直讲，有一种木头嘛，他竟然跟你讲。叫偏大副送送送送笑笑笑激将法大地雷就是我有遇过有男生，他就是故意他想要试探我对他有没有感觉，然后他就故意发现实动态说，哎，我今天跟某某某学校的校花一起吃饭，好荣幸，然后重点是对很幼稚哦，重点是事后他在跟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昨天发的限动？对，限动，对，故意讲，很有行情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说，哎。不觉得这个女生很正吗？哎，你怎么都不会生气啊之类的，就觉得很沉不住气啊，对啊，太沉不住气了，我就觉得很扣分啊。哦，这个真的不行，沉不住，来笑笑。我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就很像玩了游戏，耶耶耶！来，怎么说？是就很像玩了一场游戏，因为我曾经跟一个暧昧的男生，我以为因为他都会跟我说，哎，我很想你耶，然后带我去逛街，说，哎，你喜欢这间店，然后。我带你去逛街，然后我陪你去看电影啊，然后我们就是约会了，是确实真的是有出去约会，结果过几天呢，他跟另外一个暧昧的女生在一起了，对，这种没办法，这骑驴找马的过程，对，可是因为当下我就觉得他每天都跟我嘘寒问暖啊，这样子就是你会以为会错，会误以为说，哎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已经有机会了？而且毕竟他又跟我就是一起出去啊，看电影啊这样子，那有肢体上面的接触吗？有牵手，时间管理大师，对，有牵手，对，那不行，所以会让我误以为说。哎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在一起了？也不是渣了，他也只是牵手了，牵手而已。对了，如果说二三垒甚至本垒一直踩那一种，日踩就是啊，本垒一直踩，口口被气啊，口口被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跟别人在一起，哇，那更过分啊！他就变跳踢踏舞，火焰之舞，两边一起踩，最主要是比赛啦，可以了，不可以？笑笑。我的话，我就是喜欢直接说，因为我觉得。就是我希望男生是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？对，因为我前任的男，这个一般都是疯狂歌迷才会追，对呀。可是因为我就觉得要明确的关系，我不想要就是有点模糊不定啊，可能就牵手就代表在一起，我不想要，我就想要你直接跟我说，就是哎，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然后我就答应你之类的。我觉得就是有一个。直接讲的，对。那像我前任男朋友就是要跟他出去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要引导他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承认我是你的女朋友？对，我就故意跟他说，哎，我朋友的男朋友都带他们出去玩嘞，对。可是我都没有男朋友，都没有人带我出去玩，很明显成这样了，对啊，这个已经挖坑了，对啊，这根本就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？我就是你的男朋友啊，中招了，中了，对，然后结果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那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这样子？